因为现在传出民进党阴气啊，像也对于权力挺民进党这件事情是有一点杂音的，那是不是也是担心冲击台北市城市中的选举？你怎么看？它会不会也影响到三三选举？对啊，这个等于，要不然那这个林志坚这个案子拿出来大家表态嘛。陈志忠是说他选择相信同志，那我就问你，那你是选择不相信台湾大学的？不然就回去问他，陈志忠，你选择相信同志，那你选择不相信台湾大学？讲明白。